林心如亮戒指，粉钻终于曝光。最重要的是，它是粉红钻。嗯，是霍建华送的爱的礼物吗？不是啦，心如要来介绍身上最时尚的单品。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我大拇指的这个拇指戒。其实我很喜欢戴拇指戒，因为我觉得戴拇指戒挺有个性的。然后这是这个戒指，是那个我那时候在日本无意间，就是在我很喜欢的一个品牌店看到。然后呢，最重要的是它是粉红钻，粉红钻简称什么你知道吗？粉钻，就是粉钻，就是会一直粉钻。时尚动新闻，赚到一个 another name， 哇哦！